看看还有没有，刚才进了两个，这次换中距离，漂亮，好球，这打得舒服，看着、啊。哎，没接。好，这边呢，比赛开始，广州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三个掩护，嗯，尼克尔森往里再突，这个防得很好，这林书豪再防了，林书豪这一下干扰，直接就把球给拍下来了。对，方硕，漂亮，分底角看林书豪的三分，好球，这个、三分命中，这个体现了北京队的这个合作了。嗯，而且呢，这个塞克斯啊，他不是好球，好球，哇，漂亮啊，这是方硕最习惯的得分，这是我们还用到后边去当投手呢。看林书豪里边的所遇到了防守啊，防一防一防一个人的，这一变下打倒和他的那个重心丢了。对，你说这个对林书豪的这种贴身防守啊，哇，上来两个三分球，哎，这两场球啊啊，看看还有没有，刚才进了两个，这次换中距离，好球，哎，这打得舒服，看着啊。哎，中联防他也不怕、就是、不过陈英俊啊，这段时间其实个人表现抢眼啊，又能攻又能传，但是他防不住。林书豪太厉害了，林书豪换过来了，嗯，错位了，好球，游度判断的很准确，过来林书豪，哎呦，这个石明阳这一击追帽去了，不是林书豪这个在行进间啊，塞克斯跳什么的，你可能有这个细微的表情或者手上的假动作。他这个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打得那么累呢？因为他在 NBA 打球的时候，人家是有防守突，对，就决定他对篮下的一个判断。哎，还是缺少有经验的队员。林书豪来了，顶着塞克斯，那这个身高力量上的优势就出来了。林书豪今天要得高分了。对。他之前最高分应该是29分吧，便宜啊，你们想便宜吗？这个油度很贵是吧？啊，好球，朱彦希，您忘了那会儿啊，那没有了塞克斯以后，他这个外线的这个组织，效果就不好，没人得分了。对，林书豪，好球啊！书豪今天得14分，他这个中距离投篮啊，到目前为止是暂时无解。对。这是以慢打快，看一下反击，有两发全中。嗯，那因为准呢，所以他的那个上一场，我记得上半场19分，那个北京球迷就特开心。哎呐，让他防守抢篮板这都没问题，但是进攻端啊，确实这活比韩梅尔顿差远了。哇，这个舒华这个活塞的真舒服啊！他平常得不少分呢。要切之后看一下陈英俊，进攻犯规。你看他今天打的进攻，就是完全没有打出他特点来。嚯！啊，朱彦希里边又空了，又进了，27了。哎呀，25，从假币带上来的以后，他这本身的班底不是很强。对，今年就不一样。这个绕切，哇，真敢给啊！林书豪又助四个助攻了吧？啊，一看内线，林书豪进来，哇，无入无人之境啊！这田宇恒滑倒了。你想说有的内线我就抢，就是我的。之前呀、啊，也深圳这个广州这边也有传闻说想换塞克斯啊，觉得个矮，这里头太年轻了。就他这个有经验，指着他呢，一下子就显出来，就是比较辛苦啊。对，显出来，王霄辉的中距离，嚯，有了，这边过，好，45度切入，造犯规，张永鹏，看看张永鹏的犯规，张永鹏对这个广州还是很重要的。他来防塞克斯，跳不进来，直接断了。拿下来，
进去了。看一下长林，刘肚子这个篮板球保障啊，确实挺厉害的。林书豪低位打塞克斯，又是造成犯了塞克斯的犯规。嗯。确实票房保障了。对，你看旁边还有很多球迷穿着林书豪的球衣。我觉得是陈英俊，因为他的身高和林书豪相当，能罩住。林书豪，哎，走底线那球呢？康硕，哎嚯，判了刘峰博，球球都给林书豪，就是你。第一罚有了，反正先打七分钟，看看情况，如果分差不变，上一个掩护，林书豪，哎，不错，哎，嗯，嗨，大家每个人，林书豪，成功一记，好球，真是他。去吃的去了。嗯。接掩护，中距离，好球。34。林书豪这中距离真棒。今天他罚了14个球，自己全中了。今天比赛里。好，完成使命了吧？完成使命了。34分，8篮板，6助攻，嗯，4抢断。助攻有点可惜，上半场就6个。嗯。那其他现场有观众在欢呼。林书豪这才拿了一个林书豪的提线木偶，赛季新高。像刚才刚刚说的，我觉得我今天就是，如果我可以选一个打法，代表首发打法，我会选一个像今天的比赛，先是从防守，然后打到进攻的时候，用全队五个球员都去。进攻，传球漂亮好玩，大家都可以防守。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大家非常关注防守，我一直在可以听到我的队友在后面跟做活动，然后我觉得教练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去打，然后我们 execute 非常好，然后我也知道广州是一个非常强的队，特别是在。主场打的时候，所以我知道今天不是他们正常的，他们非常的努力，然后知道他们下次会比较辛苦。第一，如果你问我今天是最比较的哪个地方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守的比赛，当然，我觉得今天也是。我的队友帮我很多，从进攻的方面，他们投进了3分球，然后他们拉开了，他们就是做了很多很好的决定，给我那么多空间的东西。如果是上篮或者可以有3分球，那么空间那么多空间这些。然后我慢慢调整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是 CBA 最多的失误，所以我今天看看全部的失误，然后是想调整。这个打法，这个空间不像 NBA 的打法，所以我要学很多，然后希望可以。